哇，这夺冠买给了呀，能杀吗？死了，这感觉这么有机会啊！皇子一 Q， 哇塞，我操，魅火两个，卡莎有飞起飞！哎呀妈呀，卡莎要五杀了，要五杀了，要五杀了，五杀五杀 ，Panda， 五杀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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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你不给你不要给五杀，兄弟，你给五杀要抽一台手机了。兄弟，你不给五杀，我给你五十。哇，真不给了，兄弟，人品不行啊，不太行这个兄弟。这五杀都不给吗？你已经输了，想杀是吧？哎呦，真给了，操！什么意思啊，兄弟，装什么逼啊？哎，破败王被攻到底，大招大出来了，但还是被烫死。怎么说？GM 要反攻，烧鳄鱼很肉，带春哥的落反开，哇，好快的台！卡莎再进场，飞进去啦！要杀完，第一个五杀要来了吗？三杀泰坦，第四杀，杀完有五杀，怎么说送一个呗？好人一生平安，祝你平安，五杀加三十，兄弟，老子临死还翻倍。送一个呗，求你了！哇，他还买了个表，喂，翻倍，这把加100分，就稳就行，不用有自己的想法，就跟着团队走。但是的话，飞哥这会儿可能要给自己浪死了。飞哥先阵亡的情况下，红色方能完成一波反扑吗？蓝波大的效果还不错，大招。后续 R 被逼出来，落的话，卡莎身上还有大招的呀。的卡莎进场了，有表，感觉要来入围他的第一个五杀喽，差一丢丢。好了，先收这个泰坦，好，喷挖抓 Q， 看这个侠懂不懂事啊 ？Q 怎么说？怎么说 ？BO 三第一把不能打，给个面子，侠。但英雄联盟讲究是人情世故，很急很急，很急，真给了。OK， 卡莎一看情况不对。队友也在尝试性先想帮他拿五杀，不给 okay, 那我就自己拿喷塔 Q， 不开等会儿兵线来就没时间开了，开不了了。哎，给机会了，但是这个佛爷哥是蛮肉的，闪现躲了皇子大伤害还是死了，打不死这个鳄鱼啊，鳄鱼还有复活甲，闪现魅惑再抬两个，好肉的落，卡莎再飞进来要收割，卡莎还在 A，先杀了三个，要一波了。这种木刃卡莎飞进来杀一个，你还拿他没办法。哎，我是直接到温泉里俘虏你哎。就是都挤到背景太假了，都挤到珠宝前面的时候，感觉蛮难挡。因为送没关系，送头无所谓的。哦，送了一个打野的人头，输不了，输不了。凯莎还在，游戏就输不了。还有机会再抓人吗？等一只火箭再反身再一个控制，又是控到两人。凯莎飞过去 ，Rot 成为神的境界，然后飞了进去之后杀一个，杀两个，这是一个 double， 这是一个 triple， 三连杀的收下 ，W 射一个，这里再做人，电浆打出来之后四连杀。Okay, 有没有机会会是今年世界赛第一个 Penta？ 没有没有，那个 AD 有多远跑多远，感觉他就 不会想给对面那个 AD 凭什么要 Penta， 我为什么要给他？不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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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游戏在温泉里面，但闹的胜利比较重要，还是要来抢个 Penta，但有个金人可以再拖时间 ，W 金人这台进来在温泉里面，哇，这是 Penta Kill， 凭实力拿。It's feeling a lot better as they're going to go under here. He's going to go in, but they've actually been able to catch out Croc, and he's not gone down just yet. Now he has. Robbo does have a GA, but he wouldn't like to use it just yet. His Maul gets used,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n equalizer to try and stop the Maul. They get the knock up here, double down. The Fenders come in, and Root picks up a kill. Hulk comes out. Root shoots himself right into the backside. Triple go for the Kaiser, looking for a little bit more as well. Not quite able to get the last few auto attacks there onto the Zaya, but will turn and burn no for the、way. Quadra kill. And they have、a、to die. They have、day、to die.David, give him the Penta. You have to go for it right now. Otherwise,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it on day one. He's got a couple more seconds. They're looking for it. They got the inhibitors down. They got the Nexus turrets as well. Finally, here they go. There's Slater with the stopwatch. Finally, they go in under the turret.
事务所的一点点压制，包过来，还是很谨慎的，直接想先开福耶哥，福耶哥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危险，通过天交出去，一丝血没能锁住，被泰坦直接给带走 ，Robo 一个人顶五个人杀，稍微也有点顶不住，但还好洛来了，直接抬到两个上来，回头咬住这个可雪，卡莎伤害太高了，那时候不能飞进去，直接一个顶三个，瞬间三杀，还要再往前 A 一下，有没有五杀的机会？霞已经到血泉了，先收一个泰坦，把泰坦还勾了一下卡莎，用左键再 A， 四杀已经有了，最后的五杀，感觉 Slater 应该不会给了，但是比赛肯定是要结束了，还想操作。在泉水里面完全不给 Root 五杀的机会，但自己的水晶马上就要告破了，让我们恭喜 Loud 在面对 GM 的比赛里面要硬拿吗？有秒表拿这样、好像没有机会，真的有吗？真的五杀了，我们恭喜 Loud 五杀了。